来，想知道多少钱的？想知道多少钱的？来，我给你们讲一下配置，因为所有的价格它都是建立在配置的基础上。如果说我光给你们报价格，但是呢，你要不知道配置，那也不行。啊，不能看车是车，能量就是你可以来我们厂里看，但是你要比方说你是苏州地区的话，那我们那里就没有啊。然后呢，你是哪里？你是那个你可以来我们厂里啊，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小松隔壁啊，小松挖掘机隔壁。